到了，是一个天桥下面公交车啊。OK， 在这，我刚才看到导演了，导演在路边，我还以为没到，说要不要接他一下呢？好像这，有涂鸦的，估计就是这附近。芝加哥就是最多这种，钢铁的这种桥，锈迹斑斑，涂鸦。我喜欢涂鸦。导演，开始美国的这个基础建设是吧？最典型的那种，这样的坡，真的很危险的，什么时候倒下都一样。耶、yeah ！哇，你看每个柱子都是生锈，锈的感觉要断了那样的。你看旁边有个新的桥，这是新的桥。这它这边的铁路还是蛮多的，然后你看远处。火车那个火车经过还蛮好看的，这上面就有火车经过了，听到声音没有？看不见。那边也有这种铁路，钢铁的。选这个地方人少啊，对，但是怎么不选那个？怎么不选那个中国城那里呢？因为我们那个这个拍电影里面，这是我们电影其中的一个场景，可能要画面。对，一个画面就是他需要在这边等车，然后您在旁边吹号，是这样的。那你原来是在哪里吹啊？一般？我在中国城。中国城啊，这是演在路边吹小号的一个艺人的一个演员，他就是真的会吹这个，而且他也在。路上也在吹，他吹得挺好，也非常愿意来演这个角色。天桥的戏很快就拍完了，然后我们又转场回到了这个家里。Okay, okay. Yeah,
我在我的这个卧室里面的戏，现在是白天拍晚上的戏，你看这个月光。Chris, you still around? No. Can we swap battery and media? Wait, can you take the... Wait, Chris! Chris, take it before you go. Battery and media before you go. That's a bigger problem. It's lighting equipment. It depends on what we see, so we'll have to kind of see what we see. But also, we, I think we need to move the stall first. 里面晚上的戏拍完了，看着外面其实还是天很亮的，只不过下雨了，接着又把所有的房间的东西又清空了，去拍另外一场，透过那个窗拍到房间里面的一场戏，然后这是最后一个scene了。So, right. Next. Martini. You can see me being thrown in a place. I was thrown on a bridge. You can see, to go to the most convenient streets, you have to walk for several hundred meters. What's the reason? Because...